drive all night to get back home. Hi, Mojito. Papaya salad again. Bala bala tofu. Bala bala pork. Pad Thai.我刚才说这是榴莲干，这是菠萝蜜，但这个肯定巨上火，不能吃太多。尝一尝，一声声，天天向上。挑个价格差不多的，这是什么？它有股，好臭啊！你要不要闻一下？哎呦，哎，这个木瓜真的好大，比我脸还大。嗯，大多了，比你脸大多了，大长脸。还是好吃啊！哦，这是可以直接吸的那种。哎，这个还不错啊，这是三角吧？算了，这个哦太多了，不买了不买了。我们买了一车的东西，先来给大家来个小泡，芒果干、金枕头榴莲干、奶茶味的 K Cup， 老板的这个冬阴功的哦 ，Thai Tea， 里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，所以可以带我去跟同事还有同学就是一起分享。新鲜的水果，还有番石榴，我没有吃过，所以可以买一个试试看。我们现在在做正步，然后这个方向好 disco， 是不是？哎，车速巨快无比！哇，觉得这个光景太梦幻了。今天是我们在泰国的最后一天了，我们晚上的飞机就要回去了。然后今天我们想去一些旅游的景点，因为昨天跟前天两天，其实哪些什么就是很泰国的那种地方都没有去。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准备去镇王庙，我们现在还在路上，待会儿好像还要就是坐一个船过个河再去。今天我们两个都已经蛮累的，所以我们在车上都没怎么说话。那我们还没有吃早饭，对，我们还想再喝一次冬阴功汤，所以可能待会儿再去吃什么。就这样吧。今天好热，刚在车上不是说我们要去镇王庙吗？然后结果我们那个车开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哎，这边有公园，然后又有这个宫殿，感觉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嘛。然后所以我们就让司机直接把我们放到这儿了。一查地图发现我们旁边的这个是大皇宫，是哎呦，但今天好热呀，有西瓜的，好可爱。这是我的，是 watermelon。刚呢，我们研究了一下进大皇宫的 dress code， 好像是肩膀也不能露，膝盖也不能露，脚也不能露。但是我今天全都露，不该露的地方全都露出来。所以我们在考虑要不就不进去了，然后找个餐厅吃冬阴功好了。我们准备在这儿吃饭了，太累了。
还蛮好看的。In a day， 哇哇，还不错哎。哦，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。我不想再吃帕帕呀。Green curry chicken， 咸蛋黄鱿鱼，东阳公司。出点了一个很 fancy 的，配方是 watermelon 加 mint。这个完美，你拍拍我哎，你拍他们谁看？你这段答应我一定放进去好吗？行吗？我不想上班。觉得镜头美的请扣一，觉得它不美的请扣二。Strawberry waffle， 又不吃了。NG。好吃吗？甜吗？不是很甜，不是很腻。我们现在要去火车头夜市，我们刚刚坐了一个比较厉害的地铁，人太多了。待会儿我们准备去，就是逛完去下面的夜市，我们准备去旁边那个商场里有一个停车场，然后从停车场那边可以俯瞰就整个火车头夜市的全景。消失了这个 parking lot， 我感觉我们这次行程好游好游客啊，就都是去这种，但毕竟第一次来嘛，我们也就来看看这些地方，我觉得也未尝不可。哇，这个 view 还是挺值得一看的。对啊，这层不要停车，也没停几辆车，在这个地方弄一个 bar。惊心动魄的过街时刻到了，他要右拐，没关系，你走吧。好，我们准备来吃这一家，带来曼谷的最后一顿。哎呦，拜拜！那我要跟狐狸嘎小姐姐说再见了，拜拜。